第一次站在舞台上，那天的场景也许不会再来。2018，我真的很幸运，很有运气。以后呢，我需要的是更多的勇气。就像我今年啊，刚认识一种草药，叫红景天。在海拔4000-5000米那样高的地方，要长到5年，它的根才能入药。风雪啊，干旱啊，那种极端的环境，压力特别大，它的花却开得特别美。我就希望自己，还有你啊，能和红景天一样，越严厉越美丽。像一本草，红景天，小红瓶。